今天就拿坤哥练习一下枪法。First blood, double kill。老师怎么是你？我就做个兼职，也没人告诉我是当靶子啊！我不干了，给我结工资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，老师，我给你加10000的工资。哎呀，不是为了这工资，只是想体验一下当靶子的乐趣。那我开始了，老师。卧槽，一不小心打到老师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可没有钱赔偿他了，我还是先跑了，躲到楼上玩游戏去了。一会如果他要揍我的话，这发射器可不是好惹的。门后是岩浆，应该是陷阱，先不进去，去这下面看看。小子，刚刚给我的10000居然是天地银行的，气死我了。2.5 加 2.5 等于，还不准作弊。等等，让我拿计算器算一下。2.5 加 2.5 等于11451。对了，所以直接选择左面的西瓜。这下我有计算器了，小子应该欺骗不了我了吧？啊！别下去，你肯定在下面躲着，还不让我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那我去这右面准没错吧？把这南瓜挖开，藏得还挺深。给我。这岩浆不对劲，原来上面有屏障。我说怎么不见小子？哈哈，这下可要被我逮到了吧？一会抓到他，必须屁股给他打开花。难道在这上面？不应该啊，跑哪去了？是老师。说吧，怎么补偿我小子？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还想找我要赔偿，真是给你脸了。来这边的幻象方块后，在这角落继续玩会游戏。太卑鄙了，原来这都是幻象方块。小子，我先走了，老师。卧槽，走之前还要给我来个小苦瓜。给我。没事，哈哈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下去吧你。老师给你一瓶天堂之露。这是干嘛的？等你喝了就知道了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先躲到这个碉堡里面去，从这可以直接游到上面。好了，在这可以安心的玩会游戏了。他肯定来这里面了，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他。你怎么阴魂不散？能不能不追了？垃圾。被炸飞了吧，这可不关我事。来这对面坐矿车就可以直接回家了。不过可千万不要坐到终点，因为这条路的尽头可是要被喂鲨鱼的。好了，在这跳车，找地方继续玩游戏去了。他肯定坐车逃跑了，真坏，刚刚被小苦瓜炸的屁股还疼吗？给我。救我！救我！